特坦利又到英法拉南边，到小岛啊。那皮卡多继续揉。是的。SMS 肯定是不服的呀，他们这个队伍就是跟你死揉的。嗯。要战就战到底。是的。那 KK 这确实手感啊，这两把打得都很好，他们揉点的胜率还挺高的。嗯。不管是揉哪里。先来看一下本局的情况吧。是。其他点位的冲突并不会很大，但 RBS 和 SPG。哎，两个散，两边散距离要在野区打了吗？是的，来了 SMS 跟 KK， 都是同样一人选择一边的红楼，然后后点赌场这一片的这个防区啊，也是形成了个一 v 一的对位。拿了喷子以后，直接二楼过来。嗯，先搜吧。感觉镜像，是就是镜像。嗯，镜像开局，一人一红楼，一人一栋，然后赌场啊跟房区也是各占一人。是，这种像赌场这边的对位，我觉得一 v 一谁能打赢谁就是大优势。对，哇，师承权。嗯 ，RBS 跟 SPG 在野区也是有个小的弱点。AxC 有把，我、不知道对方是在左边的门里面一把 CLK， 哎，假装先补人，把你骗出来，或者把小细节拉满啊。补枪的人假都没有，假都没有顶到对方的 SRK 身上，喷子啊，哎，白来支援了。嗯，哎，刚说完怎么对接这个倒了？一 v 一没打过吗？哇，这个赌场的兄弟已经绕到这里来了。像枪械不是很好啊，一把 M16 30发子弹，嗯，而且有点僵硬。是的，03可以踩大脚步再多搜一些东西，对吧？是的，啊，物资是拉满的，队友帮他卡住就行了，根本不急，然后再顺眼看一眼。是的，现在主动方是给到了 KK 这边，看 KK 会不会去找 SMS 打了。RBS 在人数劣势以后呢，现在也是被 SDG 掌握了动向啊。是的，先把星星给抓了。韩卫一的位置也被点出来，两个远近的配合，先打一个，门口有没有再打一个的机会？西范这边也很细节，一直在骗枪，将 Hertz 这个枪给骗出来。而且是有这个那个引爆器，队友把他看住窗口，哎，想跳被咖喱架住了，守的时候他倒了油，还引爆了，也差点让稀饭嘎了。嗯，开抓直接怼上去，来，哎呀，凶嘛，稀饭还是凶啊，打得很凶狠，他还是没假的一个状态。嗯。啊，只剩马美丽了。TG 将队友扶起来，或许可以四冲一了。对。哎，但是有个问题 ，DDT 来了 ，DDT Spaceman 的位置顶上咖喱腰，这波要嘎了，一滴血。嗯、把旁边大 E 的人都搜完出来了。是的。找的就是这种初期机会啊。突然把马美丽找到了脱身的第时间 timing， 可以啊，赶紧跑。主要是又来了一队，没什么想法了。嗯，踩在高点越翻过去。是的，估计马美丽想在 DDT 跟 STG 当中啊去扣点分数，肯定想的，这种就独狼了嘛，在场上有机会找机会。哦，零三打，这张牌呢就是在赌场那边的一 v 对位没打过。嗯，现在上了楼顶，想限制住这红房，但其实红房这个点啊，你正面不打进攻，永远拔不掉它呀。是。
现在换 TTT 把 SDG 给围了起来。是的，品一下，看看包里有啥。要打吗？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。但是从目前他这个架势来看，确实有点想法啊。嗯，确实分数上来说呢，也比较缺嘛。现在目前35分。嗯，得找分。现在 SDG 等只能去磨一下对手的耐性了。韩美丽听了好久，怎么还没有枪响，还没有倒地信息？看到了一个麻木。人不得秒，把头皮打了枪头，后续能跟上，跟到了。怎么山上这个独狼终于出枪了？哎，这边终于打起来了，坏坏，提前枪，对方并没有出来，因为队友 SS 是有人架枪的，在阳台，第一时间没能排啊。这边林哥还在顶一个，旁边阳台还有一个没有想到啊。哎呦，又是双架，又是双架，被骗了 ，KK 又打赢了这一波肉点。是的，以为这房子里面就一个人，但是对方在阳台是提前买好了人。嗯。又是一波双架零换四，这感觉像吸引了一波请君入瓮。是的，关键是他还拼掉一个。对的，这面坏坏没打过。嗯，他拼一个，然后喷子再出枪侧身打你个措手不及。打赢的话呢，后续队友可能就直接调转枪头了。嗯，就你这面没打过，你必须要去补这个枪。对。你三个人被打倒一个，你如果三个都站起来的嘛，对方肯定压力会大一点。啊，这车完了，这一番把自己翻沟里了呀，扣的119。是的，所以我就说，哎呀，扯了。对，你从缺分的角度想拿分可以，但是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点大。主要是对方迟迟不出来，你找不到机会去突破，那你尬住也是尬住，你还不如先走。嗯，对，得分的最好的效率还是以吃鸡为主，吃了鸡才是大分啊。是的，像刚刚这种情况，你要么就想清楚，我直接去怼到近点，那你又不做这个动作，那干脆走了吧。僵持不下的话没意义啊，在这个比赛上主要是缺很远。那马美丽就是我要一定要拖住，能拖一个是一个。STG 不着急。而且他有整条护脚切。啊，可以飞呀，那问题不大。是的。这我是 STG 直接失城了呀，失城里面我直接补物资了，车我也可以不要，无所谓啊。是的，反正现在很穷。是吧？我觉得正常来说应该都去选失城吧。肯定，那么大个失城不用啊。是的，不用白不用，起飞。就如果说你不选市城，那就哪儿？那就是天堂港啊，这种地方，找个大城区一落。对，二次发育一下还是很需要的啊！你看看，是的，这西凡身上就三颗雷，看起来好惨。嗯，前期落点落这个野区，它就不像泰哥。这个物资那么丰富，本身沙漠跟海岛呢，就我们玩的时候啊，就明显感觉是泰哥很肥，巨肥，一个房间里面巨多枪。嗯，我这边也要肥。你们圈系马上收缩了，很多队伍都在等了。一会儿 DDT 刚进圈，结果 STG 比他们还快。怎么这个队伍在前点呢？哎，全行，那这样的话飞狮城就没问题了。对，人还在。哎，直接三枪一落中心点，这把活了。STG 还一落了，哎，舒服。嗯，
前 DSS 51分啊、也是需要分数的，因为前两把打的不是很好，分数拿的不多。STG 这个动作来了啊！是的，快拿东西吧，赶紧搜，赶紧顾不上其他的了，现在是太穷了，换换身上的装备。哦，你别说 ，DDT 的路线，哎呀，五六七这两枪是真准。现在这个压力给足 DDT， 感觉莫名其妙 DDT 就变成了两人编制，他其实完完全全就是可以安全进圈的那种队伍。对，前期节奏被打乱了，甚至从他的角度他其实是很有大概率吃到弱侧的一支队伍。没错，这把其实如果提前进啊，我感觉正常来说这个圈型啊 STG 的位置应该就是 DDT 的。嗯，前期很快、啊、他 前面对 WCG 先拉到烂尾楼，前面其实可以再往前看、啊、前面那个烂尾楼看有没有人，没人可以去延伸一下。 KK 的车队也过来、只剩两个站立的 DDT 如何选择。像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一样。哎，原点我相信。哦，原来你是准备勾引他路身位出来，让原点 WCG 帮你打呀。是。好，两个人就只能在这等啊。由于这个圈型确实涵盖了太多的防区了，大家也不用着急，能往北边走的队伍的话，现在肯定是要抓点机会的。没错，然后现在又是一个第二阶段，这个圈还不好说呀。嗯，从左右两侧面前来看，左边城内可能要偏多一点。天路先进了狮城，找了一片烂尾楼，会不会来一个狮城圈呢？是的，看一下圈赛会不会往狮城里切啊？狮城圈我直接痛苦面具啊。嗯，嗨嗨嗨嗨，他真是狮城圈啊！嗨嗨嗨，嗨真是狮城圈。GGC 可以不用动了，找个那个狮城的那个最高点。这个时候就看边缘队伍有没有飞行器，有时候真想把自己这个破嘴给撕了。我跟你说，是的，四成天痛苦面具了，哎，高兴追车了，手刹没拉。好了，大家都在往城里。是的，进城了，进城了，兄弟们。纯纯四成圈啊，后续把那个飞行台、非常纯正的四成圈。毫无疑问，哎呀，往狮城里面走，谁踩选房子的时刻到了啊。是的，这种圈呢反而残边呢我觉得就优势劣势呢就没那么大了。残边笑嘻嘻，这种圈就是对，我反正人少嘛，来嘛。嗯，我随便 我分开放，每个房子埋一个两人编制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我总能换点分。是的，制高点嘎嘎冲。但是呢这个制高点还是要当心啊，因为后点枪线一旦多的话你是没有太多输出空间的。是的，当个哨兵用吧。好的队伍啥都不管了啊，直接往房间里面走就行了。哎 KK 也来了，飞行器哎飞就完事儿了。但是这个时候飞行要当心啊，一旦落到别人脸上，而且还在看哪里没人，看飞行的方向。他不会要落那个顶上有人，应该正常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吧。他被打鸟了，枪线很多的，找个烂尾楼。安全落地，
落地已经被打了一个，来的制高点零二，嗯，这个点对枪其实优势没那么大，对。然后大家现在玩明白了，对，以前这个点我也可以看到一些选手冲，哎哎哎，对吧？一些选手在那里猛抽，现在你敢在上面嚣张的话，一定会有其他人来针对你的。是的，好，顶上两个人全没了，全嘎了。Monsters 冲过去，这里有一个零一啊，一个人过来。嗯，换了 DPS， 我就这波 Monster 要当心点，你要清一下艾迪汉队友。队友来了，然后你看马美丽独狼血钻，嗯，还在排在三楼，三楼没哎排一排，发现人不见了。城内互相换分啊，嗯，林一是在二楼的，哎呀，嘎嘎冲，他在中心点，但是倒了。队友也只能看着，上不去呀，两个人憋死在空中了。哎，过点，这林一找到机会，哎，发现你不听我了，他还能秒一个，有机会，有机会的，这个雷一拔，是的，哎，前面把自己玩进去了，坏了，哦，这个雷没办法，记，这波记，哇，又打一个，不是吧？完了，状态炸烂了。嗯，就只剩了一个 AZ 能扶一下怪兽，其他两员枪手的话就再告辞了这一局。嗯，感觉这波清你要么就清到底，对吧？嗯，清一半你跑了，感觉稍微不是稍微啊，是显得非常的混乱。是的。感觉有点意见不统一，临时叫过来的那种。嗯，而被林一秀起来了。嗯。好的，现在刚刚被马美丽阴掉一个，现在三个人抱团往上去清。这个蓝楼是那个三楼有个小的那个小窗户，它是可以直接爬到这个楼梯上的，就是小跳、嗯、通过攀爬系统上来的，有个小的技巧。马布里也知道左右在晃。一八九七啊，这个枪你别说二级甲了，三级甲都有可能跟你喷喷子。嗯。哇 ，K K，K K 这个人是真能打。别说这个雷也准，零三又炸两个。嗯，这波零三发挥了。嗯，艾奇只剩高星，他是很急啊，补我队友。零三没办法过点，零一感觉要战术性放弃了。嗯 ，T M 有机会拿到今天的第一分吗？有机会吧。四胜圈混混排名分都最起码能拿分吧，九分了哇 ！AKK， 他是个肉点队伍，目前分数还可以，最后一把找如果还能肉赢的话，真有机会上去了。四胜圈太难搞了。哎呀，同心圆。是的。这个圈是不是同心圆感觉都差不太多，就看哪里房子比较多嘛，对吧？对的。马美丽已经被清掉了，对，队友安全的地方能待。那零一的话流血而亡，因为队友也帮不了他，救不了。过点肯定是过不了。嗯，KK 就是零一和零三两个人玩，零五是单挂。是，我觉得 KK 就是你淘汰能力还是挺强的。嗯，每局的这个淘汰数量很多啊，这把又是九个。
家都按兵不动啦，对对枪，等等，就许个愿，现在大家都是。是的。TMA拿下今日的第一分。哎，过年暖宝也是埋了很久啊。你夹的好惨啊 ，GSW。只能挨补，不过现在 GSW 的分数呢比较可观，65分。嗯，稳稳拿分就行了，目前也是排在了总排名的第五名。没错，这种分数就是这种圈型，对于想追分的队伍来说是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情。大家防区之间都是打那种攻防战，嗯，就拿不了太多的分，而且很多分数都会被稀释掉。嗯，本来难度也高，这种打。这种圈型打起来，嗯，哎呦，零五那边又是连打带补，再拿一个淘汰分，这个就是分散投资，嗯，好凶啊！这一颗雷没给机会，没事儿，拿的打的最多的零三，现在还在场上存活。是的，关键是他这个楼还是一个中心点啊。对，天妹会有想法吗？因为一直掉了，一直会有 KK 的信息啊。直架过点，对方小身位骗了，就是骗了一波。然后现在就是刚刚提到 TMA 啊，现在 KK 他们知道这个队伍手感正火热，嗯，你现在是中心点对吧？想法不需要太多，算了，就是套着算。哎呀，沉迷于打远点的靶，没有想到波的弟弟在旁边出枪，嗯，赶紧换分。这个圈型 4M 是不在圈啊， 4M 看走向是要往北边去绕吗？ DDT 在那个防区边缘位置已经是做好了一个架点，集合往前冲嘛，其实北部绕的话也没有必要了对吧，因为它其实信息很少，对，一步一步往前清，可能从这个角度去的话，这个762确实是很难用，嗯，感觉现在762别说是100米，50米左右感觉就不是很好压了，50以上，当然也有压得很好的选手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枪械改完之后，大部分人对于762这个枪还是不太想要去捡，嗯，全员 AUG 时代，两头木1897直接把567连打带补。选择主动进攻，感觉混乱时刻的高点还反而挺好用。是的，但初期站得太早的话，去那种高点会成为众矢之的啊。是的，就是 TGC 初期埋的那两个人在最高点，就是你枪都不用开，你就看着，你就趴着就完事了。等你的机会。是的，你就趴着，听声音，别急，别激动。是的，在那个点不要站上去，就是不要站上去就产生幻想。没错，要当一个巨人，那不初期不太现实啊。没错，哦，龙泉被连打带补了，拉巴克斯边缘，我、哦、正好最后一枪是打到75的头上。我、哦、天路分数很稳，71分啊，已经是拿到毕业的这个名额了。是的，大山还活了下来，面对三人冲击，旁边有兄弟在帮啊。是的。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是谈蜜分的阶段，11个队伍，22个生存，嗯，场上没有满编队伍，全是谈蜜，质量最高的一局，是的，确实，存活质量最高的一局啊！啊，我们先是抱团顶进来，骑士们是把这一片的长枪房是放出来的，但是脸上烟雾封住，封住了以后的，然后先把 Spaceman 这个点拔掉吗？M2 是有喷子的，正面打 AUG 毕竟还不好说，看进攻了，飞猪被打残，这个我烧下位置，是的、嗯、两个人同时扔这个集火雷，逼一下黑猪的位置，
但是后点补枪没能跟上，给了黑猪一个打药的时间。现在还是要去处理近点的威胁的。是的。哎，转身第一眼晃，补枪及时补到位。还好这个人是换了 DPS。黑猪要扔雷，到对方是倒了一个，这瓶也是很细节啊，并没有往前去顶。嗯。等你这个雷丢的差不多了，是的，再锁定位置，等一手队友。队友刚把人扶起来，幺幺二，是的，两个闪要主动进攻了。黑猪开莽，但是幺幺二喷子没给对方任何机会，直接终结。推进推掉了第一个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就圈七还是要往前进，而且远点的话一直有枪线在抽 foam， 是的，阻碍他的一个进圈路线。高点你看看，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去抽拔这个最高点是很舒服的。是的，这脚下已经打得比较混乱了嘛。没有再没有太多的枪线去管头顶的人。嗯。进圈的难度很大，佛爷。没错。烟够多吗？哎呦，这个，刚走出来，你看这个血量直接压到底了。是。这种高点雷都不用掐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直接两个手雷解决。是的，哦，这个雷的效果拉满，这个点优势就开始慢慢体现出来。嗯，前期想你想七圈他还在，是的，等圈八的时候，要不要提前先考虑一下，还是说你就站在这里站桩定死了？也不想下去了，估计两个人得有一个人留一下吧。嗯，保一个啊。是的 ，TK 还在，终于吃到了排名分。感觉 LiveX 站在这个点位，现在 WC 就处理不掉，他知道有人。等蓝圈吧。赛文还有安全区，梅花桩在 Nova 和 UDG 这一边，北边是要换分的。嗯，这马路两支队伍肯定要看得死死，是的，不会轻易放人过来。怎么说 WCG 八圈有边缘位置可以待，估计有可能要熬了梅花桩啊，想把这边的分数给多吃一吃，因为知道 Piglet 位置是不带圈的。哦，高打低又是打掉一个，估计没有想过后续，直接抽到底。嗯，不好下，主要是 LiveX 那个位置让他们下不去，手雷全部丢完了，就为了这一顿。下面动都没有动过，基本上是的。哎，这围墙还没看到。哎，看到看到了，小头皮。哎呀，九分到手，九个淘汰到手，还有排名分。哦，有这颗雷，他有没有带？我就想说他有没有带这个东西，但是感觉这个枪线，就是感觉这个枪线啊，还是挨打容易。哎，房顶，这有枪线，
直接顶枪先硬打。哎，把他嘎了之后 ，Lovex 是可以飞的。再飞一个，哎、你看看，我刚刚就怕就飞下去变成这样的，就他被接住，结果反而 WCG 没被接住。KK 的独狼依旧还在，哎呦，打了 K 了一分。最后独狼被收掉，三打三打一。啊！眼睁睁看着这个雷从屁股后面开花。雨林，哎呀！就是你听那个声音，真的一点听起来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没办法啊。好，三打三，能救吗？诺玛？又是 P90，哎，这个位置终于找到机会了啊！二打二，是的。还能扶，现在是 UDG 还能扶的，是的。那我选择不扶人，直接手雷灌伤害，哎，在脸上、啊、这个雷被补掉了，两个炸残，是的，都是一滴血，别救了，这个后面就打二打二了，有 P90 在手，说实话优势还是很大的，直接换喷子了，别都上了呀。莲花霜在外面不踩吗？有三级甲，哎，早点把这过点站住，有力气出不来了。提前扔这个手雷，烟雾当中谁能拿下这一局？是的，被白了，扔个脚步机出来，但是踩到的是蓝圈外面，蓝圈伤害去打。是的，这个有可能是空的烟啊。嗯。九个淘汰，因为毕竟是师承圈，所以说最后的这个能吃鸡的队伍呢，我们也不太好能下判，难以预测，难以预测，只能说这局 WCG 打爽了，主要是他后期，说实话，我没想到他真的是。